这都是全程用大力丸的咯。嗯，对。你用了大力丸也差不多两三年了咯。像这一轮的那个收成有比去年还是上个季节多了吗？肯定啊，哇！多很多，多很多。一年来都是比较多，怎样？就是什么 grade 的果，今年来也是。B grade 比较多啦 ，B grade 历年来。像今年的 A 果特别多，特别多，一堆一堆的他们，我带朋友去。我爸爸也带朋友去看，你们都不是榴莲的，好像红毛丹这样子。一套。是今年，六年多树可以做到这样子，而人家看不出。我三年树啊。六年半了。这样子大概一颗有多少果哎？百多粒，有些甚至乎200多粒。一年这么多果啊！你一棵树百多粒果。像现在你用大力丸过后 ，grade A、grade B、grade C 在树上的%率大概是怎样？grade A 占30多嘛 ，C 果是在10多20%。有多20%，连其余的都是 grade B 啊。卖呀，其余的是。哇，这样一楼卖出去多少钱哦？A 果啊？嗯。2000多块。2000多块。